奏会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扬琴独奏《海的遐想》。怀着对扬琴的热爱和执着，孟凡茵先生相继创作和改编了非常多的扬琴乐曲和歌曲。现在演奏的这首《海的遐想》扬琴协奏曲，是他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创作的这首气势庞大、旋律优美动听、展现人们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情景，请大家欣赏。So the last song for our tonight's concert is called The Imagination of the Sea. It's played by Fan Yingwang for dulcimer solo. Please enjoy. Thank you.
让大家对中国民间艺术以及扬腔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现在有请我们孟凡先生，我们简短的说几句话。音乐会成功举办，和这在座的所有西老朋友们支持分不开了啊！感谢大家来临，谢谢大家，谢谢。再感谢你们，美中文化中心为我们搭这样好的演出平台，感谢那个内华达室内乐团的那个老师们，我们一起的合作，李飞鸿民乐团、张国珍老师的那个合唱团，我们在一起合作成功。在此谢谢大家，也感谢非常今天在演出当中默默无闻在后面支持我们做很多幕后工作的这些那个先生们女士们，谢谢大家，谢谢。再次非常感谢各位的光临，因为为了今天这场演奏会，大家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让我们再次谢谢内华达室内乐团 ，Thank you so much again for being here. We have the honor to have you guys.Here, so it's in the Nevada Triple Orchestra. 让我们现在请所有的演奏人员上台。让我们大家一起为大家先生的表达感谢鞠一躬。请各位演员上台。今晚的钢琴演奏家宋小雨女士，千里迢迢从上海赶来。我们的雷琴独奏演奏家、二胡演奏家孟凡森，我们的古奏古筝演奏师，我们的彭玉老师，彭老师。非常美丽大方的张富珍合奏员的每一位成员，非常感谢。站在书侧边呢，是我们李林红乐团的所有的莘莘学子和每一位演员，非常感谢他们到来参加这次演出，为演出辛苦了，每一位都辛苦了。请我们的蒲老师，张老师请上台。Thank you so much.感谢我们的石恩市长联络员啊，就是我们的政府特地派了 Gail Emerson 女士特意来给我们致谢信，就表示美国政府对我们这次中美文化协会办的所有的活动的支持，非常感谢他们能够到来。Let's give a round of applause to the musicians, artists. Thank you very much.Good evening, congratulations. Happy Thanksgiving. Bye-bye.